知道他是朱冠文的女人，你们也感动？这个巷子不算偏僻，来往也有人，你直接冲着我来，怕是受了谁的指使吧？朱少爷，给我一次机会。给你一次机会？一次机会？你告诉我，谁指使你来的？谁？ 什么？没人指使啊！谁指使你来的？谁指使我来的？没人啊！我这不是看着公交场的，挺让人心疼，招一下，没人。没事。朱少爷，朱少爷，朱少爷，我错了，朱少爷，我错了。 自己一个人都能解决，哟，口气倒还不小。你这背上都青了，要好几天才能好。小伤嘛，不碍事儿。你拉倒吧。来了还给我添麻烦。夫人今天穿的那么漂亮，本以为是为了约我约会，没想到。 没想到，掩人耳目罢了。朱少爷果然是足智多谋，我这点雕虫小技啊，被你看穿了。朱广文。 你不这样不会说话了是不是？嗯。
夫人，问你个问题：钱通怎么得罪你了？钱通这个人整日不学无术，满脑子想的都是些阿杂龌龊之事。我给他点教训，怎么？难道夫君跟他是同一种人？并不是，我只是懊恼约会被毁了。算我欠你一次了。 那我记下了。朱广文，你要干嘛呀？我警告你。 你要是再敢动林宝儿一根手指头，我饶不了你。你就那么维护他？他可不是什么好人。跟你没关系。朱广文，林宝儿，我和你俩没完。号外号外，墨月龙头公司前老板被曝捉奸。 老爷，里面不是我，你相信我呀！我是被人陷害的，老爷真的不是。闭嘴！都到这个时候了，还想狡辩是吧？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，不是你是谁！没想到，我养了你这么多年，你居然背着我偷男人！老爷，我看在我这么多年无名无份的伺候你，看在这点情分上。 你饶了我吧，饶了你们，还想在我面前演苦情戏是吧？你错就错在，不该找这种货色来羞辱我，让钱通爬你的床，你将我的脸面置于何地？你还找我？ 演戏，都怀中，都打真诚。说到演戏，谁比得过您啊？您在全联合这面前演了一个好镇长啊！你虚伪、龌龊、吝啬，钱通虽然丑，但他舍得给我花钱呀。你呢，怀中，你迟早会遭报应的。你给我闭嘴！打死你！ 杨戬，我今天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天黑之前，我必须看见这个吃里扒外的东西，哪怕是死的。是。老爷，老爷，门外有个自称林宝儿的小姐想要见您。没看镇长烦着呢，让她滚。可是这个林小姐说她有一份大礼要送给您，说是您看了一定会感兴趣啊。 叫他进来。是。钱通，好一个钱通啊，长本事了。 偷人都偷到我头上来了，想说话是吧？晚了，我最痛恨的。
就是欺骗我的人，骗我的人是什么后果，你应该清楚。带走。说吧，林小姐，你想要什么？我想跟窦镇长。 做笔交易。早就听闻林小姐是南洋富商之女，不知想和窦某做什么生意啊？我想要钱通的货运公司。我是生意人，图的不就是个利益吗？再说了，这联鹤镇谁不知道您窦镇长一手遮天啊？钱通呢，给您20%利润。 我可以给您4%，逢年过节还会另有孝敬。咱们不是一条船上的人吗？好啊，要货运公司我可以给，那就要看林小姐是否愿意和窦某真的做同一条船了。 动手！等等，林小姐。 林小姐果然是生意人，做事够果断。好，货运公司是你的了。站长，货运公司不能说给就给啊！合作愉快。 瞬间，脑海的画面。
藏在心底的心愿，也许无法逃离的深渊，黑暗里的一丝